的老板喝多了。小雨松，小雨松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叫我干嘛呀？哎，有点事儿，那个喝多了。我说你干嘛？小叶总啊，那你打车带他回家呀？那打车不得背着他吗？我那个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你叫我来是希望我希望你背他，背他，快快，搞快的话咱还能回网吧，到时候我叫你下棋啊。放沙发，放沙发，快快快！那给他扔那个沙发上，对，扔沙发上。哎，女人啊，就是麻烦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真不是男人。鱼，那下次我自己背啊，我自己背。不行，下次这样你还得喊我来背。那不就行了吗？你看着我就倒水啊。嗯，谁喊我？我得那么喊都看不见了。女王馆有什么好的呀？你要是喜欢穿女仆装的，我也可以穿给你看。一派胡言啊！是吗，小卓卓？车已经叫好了，马上就到啊！好的呢，小卓卓，谢谢你啊，小卓卓。有完没完？没有啊，小卓卓。你想干嘛？说。你别生气啊！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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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你啊，小卓卓。